我在等你啊！你在等我、啊？没错。哦，我今天要带你来一家超级厉害的餐厅，新开的，新开的，没错。哇塞，在哪里啊？就在这里。哦，就在隔壁啊。好，我们赶紧去看一下。哦、OK， go。好嘞，那我们刚刚看完这个餐厅的装潢环境，非常漂亮。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说这个餐厅的构思是什么？我知道那个疫情之后啊，其实消费者消费习惯有改变。虽然说现在大家都回来了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就是习惯在家里吃，然后我们也想开拓新的市场，所以就把这一家店定位成三个呼应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改变。把我们熟成，应该是熟成好的肉，做成肉脯店的方式，让客人可以买回家自己料理。Okay.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沙拉餐的话，很多比较想要吃健康一点的，他们来可以这边自己搭配自己的沙拉。哇、wow, ，任心挑选吗？就像串边一样。然后你要搭什么料，你可以自己搭。而且很方便，就直接在这个推动。对，然后就来就可以。过来就是我们餐厅这里。那餐厅这里的话 ，entry level 的 speed 都很便宜。OK。所以价位比较亲民，比较适合家庭啊，或是三好友聚会这样子。被你这样讲，现在肚子有点饿了。好，我先厨房准备一些餐，我们试试看吧。OK， 好。